没有鸡腿饭。对呀、啊。那你吃一根鸡腿好不好？我要吃这个。鸡腿好不好？好。好不好？好。那、啊、你要先吃饭哦。嗯。啊，坐下，不要跪着。坐下，阿妈要坐下。吃什么？哦，小肚子呢。吃什么？这个。蛋啊。这个。不行，要加饭吃。哎、欸，那个也是菜脯哎、欸。嘿嘿，看不破，咱家己用浸软洗干净。妈妈，我加饭呢。太咸不行，物质。那边有很多饭菜，你们偏偏不要。眼睛一直在看那个腿。啊、我好腿呀、啊。够了。我好腿呀、啊，我好腿、啊。都要加饭吃啊。好腿，好腿。那菜脯只弄一点点。好吃的腿。好吃得完吗？我差不多。很多菜脯，有，所以我用剪刀剪那个。啊，等一下鸡肉再给你，一半再给你，鸡腿好不好？好，我看芸芸自己吃。进来，阿姨，阿姨叫你吃。芸芸吃给我看。好吧。好吧。有，快点吃。你先吃给我看，我看你有没有吃吃。那吃饭吃给阿姨看。我看芸芸有没有吃。大口哇，好棒啊！还要给你拍拍手，给你拍拍手。我不想，因为我不想要吃菜脯，可以给你吃。不行，不要，不要，来用这只，用这只，是你的。嗯，来，好了，鸡腿要慢拿起来了，这是你的。我要吃掉你的菜脯啦！这你的好不好？好，这块你的。他才不是要鸡腿，他是要菜脯。那你挖起来吃哦。小心一点啊！都没有啊，没有什么啊。饭菜都要吃光光啊。哇，你好棒，你吃菜耶！什么都要吃哦。你哥哥都不吃菜的，你比哥哥还棒。跟哥哥这样的，你看哥哥的菜都好好的。你输了，那样子，那样子。你这碗。你在录影，就讲这个。